小童宝宝的打包视频，一盒棉花糖色，一盒眼洗色，一盒紫粉色，一盒珠光色，一盒红黄色，一盒蓝色，一盒黑白灰肤色，一盒绿色，还有咖啡色，一盒果冻色，一盒敦黄色，一块板子，两块圆形一块，六边板一块，一个高精密镊子，一个尖嘴钳子，20个灯泡扣，一个助力体用胶水，一包亚克力链条，15个彩色钥匙圈，10个银色钥匙圈，5个小马，10个棉花扣，10个蝴蝶结，手机绳一包，15个链条，银色链条，羊角钉助力体用的耳钩，连接圈，冰箱贴5块，耳钉一包，带钻耳钉10对，金色耳钉，银色耳钉一包，耳夹10对，防尘塞，九字针，做手链用的那个链条，胸针10个，流苏10个，做手链用的那个扣，耳堵一包，10个铃铛，5对发夹，发动小勺，戒指1个，拼豆盘，新手辅助胶带，亚克力球5个，亚克力棒4根，黑白补充包各5000粒，7个色的补充包，他们要熨斗换的补充包，烫垫和烫纸，然后又送他棉花糖5个，链条，还有之前差他的那个黑白补充包。